新年驾到，男神尖叫。大家好，我是解说楠楠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草船青年一个两万的匹配啊，黄盖第一视角。来看一下，我方是黄盖、庞统、吴凤熙、孙鲁班，加上一个孟玲等。喜欢我视频的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蓝色订阅，还有 QQ 群、YY 群，大家可以加一下。我黄盖是走一个猎单啊，看我方梦灵头来到了我方野区这里，黄盖应该是要走一个打野的节奏，选择一个属性点儿，梦灵头应该是要封一下符。哎，我方的有个人选四级啊，好像是鲁班吧。河道直接莫灵桶发现一个一级流表，黄盖是在想啊加哪个技能点，然后俩人互相玩流表往回窜走，谁也杀不掉谁。哎，两个人都是一个半血，莫灵桶直接补给一下血量。因为继续走一个打野的节奏啊，其实小兵已经发了。40秒，一血爆发，无方无缝隙优先带走了对面张红。打野的黄盖一个二三对点的节奏，这次的话，我家青年应该不能再出刷新了，我感觉。那这把要再出刷新，真的，那就是挨骂没挨够。一分钟，吴凤熙再次带走文丑，这样的话打到一个一分半，人头比数2-0，就在打这个树妖兰兰。你忍心打这么可爱的兰兰吗？兰兰是我呀。哎，中路吴凤熙，哎，漂亮！我方的鲁班再次带走了灯暗，这样前期一个人头爆发，3-0。就往回走一手啊，依旧走一个打野的节奏。上路刘表，这是四级，梦灵桶过来爆一手，黄盖要不要过来支援一下啊？没有选择，又是在打树妖兰兰。青莲，能不能不要总打兰兰？哎。看一下我方庞统，加上这个梦灵桶啊，上路一个人头，中路一个人头，吴凤熙还在一直的插着眼位啊。下一件先是做蓝鞋，三个血瓶，三个蓝瓶。这几天感冒了，然后之前的视频我是有存档的，就是我身体状况还很好，就是我还健康的时候。做的视频比较多，然后这几天也没太录啊，但是都能发上去，都能把之前的发上去。但是现在实在拖不下去了，我要再不录的话，就连存档都发没了。所以今天可能录的时候啊，状态不是特别好啊，大鼻涕来下的，而且脑瓜疼。哎，刚才对面一个人还带走了一下我方庞统，这样的话是打到3分钟，对面终于拿了一个人头，值得庆贺啊。下一件黄盖应该是要做格挡啊，我看他做出那个，哎，对，一个格挡，现在是一个残血，哎，要死了，继续崩，哎，这都没死啊，血瓶补给一下。哎，这就是在叫我啊，女神女神吗？对面刘表再次带走我方木灵桶，后面张和直接吸上，配合吴凤熙。吴凤熙打到一个三分半啊，直接连斩五名底将，浑身是弹了，浑身都是弹。黄盖打野到达个八级，还是四个技能点都点了一下。
莫林顿大招放上，回头被刘表给控制上啊，这是被赵红给吸死。刘表一个残血，黄盖能不能带走他？我觉得说话都没有套路了，完全随心所欲。可黄盖是做了一个力量战斧，难道要做预谋吗？鲁班直接 W 过来，配合踢，这边大招控制给上张合，黄盖在后面疯狂的崩 ，W 减速给上，这边由苏鲁班带走张红人头，前期的话打的还是挺强势的。下路邓艾在拿塔，邓艾感觉不是发育的特别好啊，等级压制了他，他现在才是一个六级。和莫灵童两个人来到上路拿塔，这塔应该是要给莫灵童的、四个人在一起抱团杀掉了我方鲁班，发现了一波火元素的远古野，要不要打他一波？打吧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此时身上是挨打了一波远古野，瞬间经济飙到一个2000多。该下一件要做什么啊？下路 TP 落下，关羽回头是控制给人庞统，加了一口蓝鞋。鲁班残血被温丑一个普攻给带走，下路只有黄盖跟庞统两个人，继续往回走。那么张合放上一记消耗，下路已经是开始抱团，看一下我方莫灵统是。小地图上看，我看的是放几大招了，收掉一个刘表，让黄盖继续在塔下，身上还是2000多经济，没有缝隙弹住两个人。文丑大招砸过来，关羽抓起绿旋风，我方莫灵童死掉，直接对面关羽来了一个三杀。该说不说，关羽这三杀配合对面的这个，蛮亮的。哎，残血的文丑，哎，黄盖能不能抢了这人头？疯狂的崩，漂亮，在6分半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人头。下一件补恩惠血，给刘表变成小猪啊！莫灵童配合个大招，直接挂掉了刘表。调皮，熊孩子。黄盖跟鲁班来到下路，继续在崩。下路这二塔看能不能成功拿下啊？普攻差一下，直接带走。看一下我和鲁班能不能死掉啊？四个人，后面邓艾大招控给黄盖，继续疯狂的崩他。鲁班过来踢一手，黄盖直接不是，邓艾直接飞走了。后面给自己加口红会血，张红放起消耗。文丑残血，黄盖直接崩掉，来了个双杀，跳过来控制一手，后面莫灵童是带走了关羽人头，撞击了他的所向披靡，8分钟，打的一个人头比数22-10，其实黄盖果断是要做预谋啊，加口红和血，上次录青莲，这是做刷新，做专属，做观音。这次他做预谋，完了下一件就是什么呢？我猜猜，我想想啊，他都容易出一个，法师都做啥来着？他容易出跳啊，出跳很悬。这开始预谋疯狂的往后走，关羽专大也是阻拦不了他，鲁班踢过来，没起到任何作用啊。文丑这边大招 S 住了，
哎，四个人群殴一个刘表，哎呦。被吴风熙粗直接收掉个张衡，定住关羽，配合吴风熙，普攻啊，来了个双杀，啊，不到十分钟，几乎就是一个小崩盘的节奏。继续拆中路的二塔，只要庞统带走，控制给上刘表，吴风熙，这个给上啊，黄盖克来残血直接被文丑给拍掉，几个大棒槌拍掉，自身的所向披靡被终结在。50秒啊，死了第一次死。上路 TP， 孙鲁班是直接保了一下塔，这些塔要不要选择反补掉啊？哎，上路塔到底被邓艾给拿了，孙鲁班往这一站干嘛呢？刚才寻什么呢？这边给邓艾提起啊，没来得及提起，直接是由庞统简单粗暴的收掉。上路继续再崩，这边的话是准备强推一波上路的节奏，现在是中路和下路的外塔已经全部被破，配合着庞统和鲁班，庞统不知道有没有大招啊，继续再崩，先把兵线清理掉，我方无缝隙也是带走了文丑，上路的二塔对面想要保一下，张合放起来一记消耗，放起了小球球，这小球球的话还是挺克黄盖的，被猫灵统直接一个爆收掉灯艾，配合个玄冥火来了个双杀，回头这边的二塔也是拿下，继续加恩会血拆上路的这个高地，关羽这里打一个前排赚取了旋风，黄盖是进入到了一个小雪池子里，后面啊继续崩文丑，猫灵统残血啊，原来是个分身，回头搞掉个小球发育一下自身经济，上路这个高地打应该是可以拿掉的，炸一下普攻拿掉上路高地塔，鲁班继续补给一下秦文平，踢过来拆上路的灵枪营地，拆上路的兵营，我们现在四个人都是在这儿啊，就是状态都不是很足啊，我们开启御魔过去疯狂的崩着张红，这里灯爱爆给上，配合个玄冥火啊，最终这人头是被黄盖给拿下，后面张红在疯狂的吸着我们老黄盖，庞统在后面用普攻，此时是身上20多滴的血，30多滴的血，要不要选择回家做出自己的小魔抗，应该是准备来边上小野店买张 TP 回家，应该是个残血灿烂的状态，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，后福有没有不知道，反正这次是没死，给自己加口红会血直接 TP 回家，来下一件准备做出魔抗，提起张衡后面加口恩威胁控制给向他，黄盖继续跑到中路，其实文丑大招又是 S 住了，后面给关羽变成小猪最先死掉啊！啊，咱们这块控制给的相当好的，庞统的控制，然后在对面选择投降，13分钟，看一下我方最佳是无缝隙，黄盖拿了个破防。这条视频是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点击订阅啊，么么哒。